是为了解决在上自然课的时候，老师因为怕同学的安危，所以呢不把题是非常确实的实验。而我们根据这个问题去利用曼陀罗整合去做思考。我们的条件是眼睛，而我们在这图上呢有标示的数字，就是它二，就是而有打勾的部分，则是我们决定实做的模组。然后接着呢，下去是我们的模组规划。我们呢分成两大部分，第一个是水的三态，就是侦测水的升华、雨刷等指示；而第二个是植物的生态，则是侦测植物的蒸散作用以及光合作用。现在我们来进行实际的操作。首先呢，这边是主要的城市，然后那边是系统，对，没错。然后这边会显示时间，然后呢，我们本来是想说利用这个时间，可以根据时间去做早上或晚上的变化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没办法在这边一直待到早上跟晚上的变化，所以我们用了这个太阳来代替时间的变化。按下去它就可以改变形态。而接着呢，我们呢分成两个架构，它会在这边有按钮可以工作选择，按钮按下汪汪，它就会有汪。这个是我们植物土壤湿度的部分，汪汪，然后这是光合作用。那现在因为测到了有超过900的光合量，代表有太阳，那就会进行光合作用。那如果是土壤的话，只要它测到110，那土壤湿度有超过100的话，它就会开始。而我们蒸散作用会使这边的经脉变成红色的，就表示红色代表是水，表示水在植物的根茎里面所移动的部分。那接着呢，我们来看看水的三态部分。首先呢，也是一样按下去，两片板子会借由中间的线来做沟通，然后接着呢，此程式就会开始运作。我们要选择要用哪一种实验？那我们先做明滑的部分，也就是从气态变为固态。当你转到可变电子的时候，就可以选择你要使用哪一种方式的呈现。这两块板子沟通借由这几条线，你用什么能解释一下你的方法吗？用什么脚位？还是用？我们用12脚位跟13脚位互相沟通。12跟13，这边12、13接这边12、13。对对。那这边12且设定数位脚位为高的话，这边会收到。那就开始这些工作，然后回传回去，也是这边是 output， 这边 input。对。你们再解释一下刚才的曼陀罗整合。就是我们根据它的指示，先去想要用哪一种身体的感官的器官去做思考，然后我们认为。可能身体所
所有负责器官的反射中，眼睛是最为方便去做思考，所以我们先从眼睛开始去展开这样的思考。对，有眼睛才能看到这些东西。那语音的话，这边语音记录。就眼睛在中间这样子，延伸出一条边的这样子。对。这是两个吉祥字。对。然后是有对。当做打勾是什么意思？打勾就是指我们实做的。好，实做的。好。这样子，我这边我觉得很完整，只是我觉得没有看到它控制这边有点可惜。这是什么问题吗？刚才测试要确定有连线不小心发生，那你可以现在执行一下，因为现在还有时间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对，还有两分钟，一分多钟吧。那我这边，那现在是静态变固态，那按下之后，请加水。因为这边的水位配。Thank you.